吃这个独头蒜开开胃。 马来西亚北疆面，两天不吃就想得慌，泡了娘头。 吃辣的食材。
拉出来了。麻酱米现在给大家发四包。好好吃啊，好 Q 弹。汤巨好喝，纯属酸辣粉。
成熟宽粉。里面还有这个炸黄豆，好酥脆啊。这个粉好好吃，Q Q 弹弹的。